一开始借着大家的勇敢站出来讲，也没有想过会变成今天这样。下高铁之后，我去厕所，然后因为女厕人很多，大家就在排队。然后我准备要进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声音，然后我想说人这么多，怎么会听到来自灵异的声音？就吓了一跳，然后我转过头，是一个个子蛮娇小、很可爱的一个女生，然后就告诉我，然后就觉得，想相信各位非常的期待，就是我们的超人气女神大牙，掌声欢迎。然后另外一台可以送给我妈妈，然后冰箱的部分就可以再来看一下，这样我就很开心。听说已经非常期待，已经在自己的脸书预告说要来看冰箱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么好的消息一定要赶快告诉大家，让大家一起来，而且名额有限啊。没错，哎，真的很厉害哦，连这个小道消息都知道。那今天来台中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一起问候或分享的？哦，来到台中就很开心，因为你知道其实现在台北现在是有点狂风暴雨的状态，天气也不是太好，每次来到台中心情都会很好，因为台中天气很好，然后大家都很热情，但是希望等一下有一点时间可以去吃一点好吃的小吃。我、这边我有收到了。好，那在这边的话呢，今天当我们的一日店长，稍后是不是有机会除了自肥之外也可以带大家进去逛一下？当然，不过我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先逛一下？有啊，这个提示我听到很多次了。我真的有听到，因为我自己都没有逛，我如何带大家导览？是，那我们稍后的话我们先不剪彩，先让您逛，开玩笑的。对，等一下一定有足够的时间让您好好逛一下，好不好？ OK， 没问题。从这个脸书预告，然后邀请您要来当一日店长的时候，我就一直不停的收到您的讯息，说您真的很想逛一下小菜店。对，因为小菜店其实真的非常有名，包括连卖我房子的，就是我的那个物业，他都跟我说，房仲，对，他跟我说他家的冰箱就是跟小菜店买的，然后他就是看到了买一送一电视。一日店长也是我们的超美女神大牙。日立阿奇力克台湾家电李俊德部长。台湾英发股份有限公司李慧群总经理。台湾英发蔡文书副总经理。台湾英发陈泰成副总经理。台湾日立江生智控空调设备贩卖股份有限公司邱泰礼协理。何年硕洪瑶红总经理。群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许瑞文协理。台湾三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杜连勋部长。台湾三星电子宋世光处长。台湾三星电子陈志忠处长。台湾惠而浦纪孝如业务协理。日立阿奇力克台湾家电林文豪所长。欢迎生宝股份有限公司蔡坤达处长，最后邀请进程有限公司李建辉董事长。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贵宾，帮我王宁的右手边迈向一个花柱，好吗？我们统一王宁的右手边迈一大步。对对对，我们这边因为媒体都集中在这个部分，如果您在中间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取到镜头。这么刚好，来邀请大家帮我站出来一点点，谢谢。靠一下，靠一下，太聪明了，这个设计的很好。好，那我们要请各位呢，好，那如果我们正在前方的朋友，请帮我蹲下，好，请帮我蹲下，让各位媒体朋友都有镜头。好，那接着呢，要准备要进行我们的剪彩了。首先呢，要请各位哦，请各位长官，好，请各位长官给我一个标准的招牌笑容，请看前方，我们先来拍一张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
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要准备进行是剪彩的部分，要邀请大家呢，借我您的声音，我们一起倒数3、2、1。我那这边的话呢，请各位声音一定要帮我喊出来，要让整个台中好不好？整个大台中那么高的住宅区都听得到今天小菜电器在这边开幕，各位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问一下我们的营运店长，有信心吗？有。有 ，OK， 没问题。各位，等一下的3、2、1就是要倒数的这么大声。好，那请各位呢准备好您的剪刀。稍后的话呢，要与我们一同倒数。那声音的部分呢，要非常的洪亮，好不好？直接等一下，这个我们的媒体报道可以说声音大到如同台中地震一样，这么的震撼力，好不好？震撼力要让它出来。好，那稍后的话呢，邀请各位贵宾的声音与我们一同倒数，准备喽，要一起跟我一起3、2、1，准备。现场的各位嘉宾朋友，现在要进行的是小菜典礼的剪彩仪式，借用各位嘉宾的声音倒数3、2、1，请用剪。这是我的事，所以后续的问题我也会跟律师处理。